迎接新年到来，新庄区公所特别举办名师挥毫赠春联的活动，特别邀请多位书法名师亲笔写下民众想要的新年祝福，果然吸引到许多民众前来排队索取春联，讨个新年好彩头。迎接新年到来，新庄区公所特举办名师挥毫赠春联活动，一大早公所大厅就挂满一幅又一幅的春联，相当喜气。我们新庄的文风非常鼎盛，我们在地的这些书法家、艺术家，一到过年过节都会参与公所的活动，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节庆哈。公所相当用心的特别邀请多位书法名师，如曾安田老师、吴聪文老师等等，亲笔写下民众想要的新年祝福。果然吸引许多民众前来排队索取春联，也提供给我们的乡亲好朋友更多的选择哈。认为在新的一年当中哪几句是最适合他当年哈希望达到的一个心愿也好平安也好福气也好等等哈。新庄公所一连举办四场名师挥毫赠春联活动，每场都吸引了许多民众前来参加，在新的一年为自己求个春联，讨个好彩头。以上新闻，记者林正杰，新庄采访报道。